此影片是由加康利为您呈现。为什么您需要摄取 Omega 3鱼油？鱼油或 Omega 3脂肪酸可为我们带来许多健康效益，比如聪明健康的宝宝、健康心脏、灵活的关节和敏锐的大脑。首先，怀孕和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摄取 Omega 3可促使更聪明的宝宝。Omega 3有助于支持宝宝的大脑发育，增强学习潜能，并支持宝宝的视力发展。因此，对于正怀孕和母乳喂养的妈妈们，每天记得摄取 Omega 3鱼油，为宝宝提供最棒的营养素。宝贝健康，妈咪快乐。第二点，摄取 Omega 3对您的心脏有益。Omega 3可帮助您维持健康的血压，给您更有弹性的血管，以及促进身体血液循环更顺畅。所以，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，都别忘了摄取 Omega 3以爱护您的心脏。Omega 3也可强健关节，比如说它可提高关节的活动性，给您更柔韧的关节，并减少关节僵硬的问题。所以，很多时候老年人更是需要 Omega 3来养护关节，保持灵活自如。最后， Omega 3脂肪酸对大脑健康又有哪些作用呢？首先，它有助于增强大脑功能，改善大脑警觉度，以及提升记忆力。所以说，如果您想拥有敏锐的大脑，尤其是学生们和打工族， Omega 3绝对是您每日不可缺少的营养素。因此，别忘了从每日饮食中摄取足够的 Omega 3以维持最佳的健康状态。爱健康，由 Omega 3脂肪酸开始。欲了解更多详情，请浏览 shakli.com.my。